我影响我拢爱困倒啦哈，我是我受受美国影响，我是较袂困倒。啊，我讲哦，伊即马字幕还没有打出来啦，等你打出来。啥子？没出来了。煞袂记得人代志，哈哈。即我自我介绍啊，拄仔人伫探讨我个名，我叫李添。咱个用中国字来讲，着李琛，琛哈，琛就是学东城的琛，把它发低音哈，琛变做琛。啊，英语就是伊个来，我看在座拢少年个，少年你网络应该常在你看。你啊，伫《华理论述》啊，伫《自由时报》、《苹果日报》应该常在看过我滴啊。用咱台湾民政府的法律，好拢伫讲讲。啊，你看我头毛剃只短，这东西作战官的。哦，我无时间搁伫遐整理头毛啦。哦，留别人去整理。嘿，对对对。啊，我是伫即马伫中央，我计划两三礼拜前才决定来遮中央遮政策会哈，政策会啊，你看到政策就知影哈。好，那可能来用较济，啊，要甲推行落，啊，即着我讲啦。啊，咱即摆今仔先来讲即个题目，破题。其实即个题目着甲你讲着，今仔要讲啥？其实你咱台湾大小问题，也是讲咱生活的大小问题，是讲你即地球上大小问题，就是拢甲即个脑内有关系啦，甲脑内有关系。啊，我就是讲甲讲针对即台湾问题，啊，台湾问题。我跟我讲，有细项、大项，杂七杂八一大堆。不过即摆咱要是讲咱台湾迄个政治地位，迄个台湾的国际地位。国际地位咱即摆要讲啥？要变成一个国家，好像你打棒球，第一个你要能够上去打，第一个应该要先拿到一个资格嘛。无资格就讲吼，亚军啊，亚低头，要讲要讲哇，讲要讲豪门啦。哇，咱即摆甲咱冠以这個。即政府都是拢安尼，不管怎一个政党来讲，咱大家去夹街头、夹去示威游行，就要达到一个目的。好，咱这在做拢少年的，你们要追求对方的话，难道只在那边静坐，只在那边喊口号的也得着吗？好，拢爱你脑部去想，然后可能你要写情书，啊，对啦，可能爱讲提电话号码，还是要伊的网路。迄个 email 啊，对啊，进行下去，你才好都达到你的目的，可能到最后变成你的女朋友，或是你的安娜达安尼嘛。啊，咱即马即个社会，甲咱讲的拢，唔是纯雕做这个方法，就讲啊，像顶礼拜安尼，遐坐，啊，就讲安尼坐落，就讲哦，可以达到什么目的了？迄拢无可能啦，吼！我看因阿公因爸拢做过，无可能。啊，所以我这意思就是讲，这大题目，台湾的问题。你要用脑内，那后面强调革命，那以前你的脑已经被人家安置，跟像咱电脑同款，你小时候跟买一部电脑来同款，你用装一个迄个软体进去，啊，迄个软体你拢无去啊升级，永远跑得跟20年前、30年前拢同款，啊，所以你即摆讲比较，感觉那足奇怪，我造成咱干无同款。无唔对，不用怪别人，不用怪环境，是你家己无去甲电脑，还是咱人脑内底迄内底迄程式甲升级，还是参数甲升级？我想在座的拢有基本拢用过电脑，还是用过手机啊？哈，拢了解这情形。啊，你甲人家做比较，放伫咱的头脑啊，同款啦。哦，恁电脑啊，讲要甲改变，那知讲要改变的话。拢遮方便去改变，迄参数也是讲甲下载更新都拢会用，也是讲你整个洗掉，吼，你洗槽、你储存体里面整个洗掉，连作业系统拢洗掉，重新组装，你电脑就焕然一新啦。啊，头脑也同款啊，头脑也同款。不过，伫咱台湾，是啊，
无法度讲了解家己头脑出问题。因为咱从细汉受精卵开始，到即马咱大个即样阵，无人甲咱教头脑的代志。除非讲你是医学院的读脑科的，无真少。你着受中国文化影响，你着读四书五经。不管你读理工科、数学，到最后才求功名尔。啊，迄种拢无用到你的头脑，迄种甲人人甲你讲，你用你的脑年来考试、读册、求功名、找查甫、找查某安尼尔。啊，你拢无去发现讲你的脑安尼，互人甲用了唔对。跟住讲你买电脑来，一部可能像我这样3-4万块，有些更高级5-6万块，跟住咱人一样，有些很高级。啊，你来5-6万。里面装了简单的工具，做什么 9MSN 啊，储存那个相片啊那尔，咱你们台湾人大部分人都是做那个，嘿闹真可惜。哦，你不讲你怎么你怎么讲目前在社会上多，你咱追逐讲层次多高，你用脑来看，因那种人安排好，你一起照遐安尼追逐追到那个位置而已。哦，这要了解吼，在座要了解，所以咱嘛真正问题是出在咱这个脑，就是讲咱做比例，你用这部电脑要去完成一个作业，结果你的电脑的层级太低了，尤其里面的软体层次太低了，所以你很用功，每天在那边加班，在那边弄，结果跑出来还是输给人家，对吧？所以顶礼拜迄电脑，我认为就跟什么款呢？只低落电脑同款。所以电脑一看他这边跑也没有用啊，跑不出来啊，对吧？啊，所以这边的工这意思就被破题，用脑内革命。哦，底下要讲的就是脑内革命。啊，您即马去听我讲的话，是透过迄个五官，咱迄禅、迄宗教讲眼耳鼻舌身意嘛，哈，还是医学讲眼耳鼻，迄是一个接触器。哦，你即马听我讲，按眼睛听，目睭看到这字，听我讲，这就两个。通路把这信息吸入吧，吸入，唔是你就坑你，吸入坑你脑周咧，啊，唔是听就坑你耳孔咧，是要予孤单老人，迄个脑关伫你壳壳内底一个脑底啊，伊无多抽出来，脑周出来，所以用靠伊外靠这眼耳鼻舌身意，把迄个信息弄入吧，入去脑内，迄孤单老人，敢从迄淡水边关伫壳壳内底，怎么一啥拢，怎么拢袂晓，拢爱外靠迄个人传资料会，伊在内底底啊看，咱人脑也是安尼。啊！你看，我都讲过，咱脑从细汉拢无人甲你教，讲安那去维护你的脑，提升你的脑。啊，你电脑会啊，你手机，你看功能低的话，你赶快会升级啊。啊，脑那拢无，哦，你靠一读一本册，啊，看一个什么政治人物讲，你脑就升级啊。恁电脑、手机啊都拢会升级，啊，恁脑那袂升级，有无？所以恁拢会来，就代表你会升级。啊，那些不会还在那边思维优先，那个啊，都要恐怖力。啊，迄阵人啊，啊，迄啊，恁查甫的吼，啊，迄款来，迄边啊，查某你莫去娶，啊，恁遮查某的吼，莫嫁予迄阵人，迄生出来第二代、第三代拢阿达恐怖哩，伊脑都拢袂改变嘛，对吧？吼，啊，恁遮只水果，你我会甲你介绍出来，啊，少年人我会甲你去做，款较有头脑啊，无恁反正掉在身上，都拢跟老马卡共款啊。我本来啊，我叫思维游行的，讲英雄，我安尼啊，因为大家都去思维游行就好啊。好，这是我简单的介绍，然后咱一般介绍大部分是拢安尼啦哈。好，我先过个，我安尼看了。好，那我你也到你家啦。我较早我大学是数学系的，研究所是管理科学的，啊，很厉害啦，啊，这个没有人可以跟他比的。所以我拢用数理来分析啊，所以很简单啦，那问题都很简单的，不管社会科系的还是什么都很简单啦。好，你这闹咱的。大概方向就这样哈，你安尼你卡卡切落去，咱电脑同款啊，你切落来对伊迄逻辑板、IC 板大概是安尼啦，啊，只讲咱人类有迄个感情、迄个情绪啦哈，啊，即嘛一般电脑可能还没有。你甲分作三块，这边有颜色，一个是红色这一块，这较重要，这都是你的脑哦。我拄仔讲恁从细汉拢无摸过来，不没有摸过你的脑。女孩子从小到大都很在意她胸脯这个表面比较大，所以。不好的话，可能就买通先逃牌。啊，男孩子啊，相对嘛，那一根输给人家，他就叫要去买那个什么威尔刚。啊，我来问啊，啊，恁脑不好，恁哪弄？即马台湾人大部分讲唔知伊脑好啊歹，所以这容易去相信一个
啊，什么蔡小姐的，变成把她弄成什么妈祖婆，啊，跟她啊，用来信仰她，啊，你都不信仰你自己嘞，啊，这个是要靠你的脑啊，啊，一个假设造物者，就是神明啊，是一个上帝，他真的，他已经在你的人体上、身体上装一个脑了，啊，我们人类，因为台湾人没有去用脑，而且文化都要讲，你家里面或是你辛苦已经开钱去买一部五六万的电脑，啊，你个你呢？你拢无加用去更重要的广告，你个你要搞做 MSN 或 Nine， 啊，无就底下打电动玩具尔。咱即摆台湾大部分人就是拢做伙，不管你古话讲，你多在社会上多高层次，迄、那个脑都用个，拢唔是该自我发展的，拢是人家安排好啊。追求光明，不管他现在是硕士、博士，还是讲政治人物，拢人家安排一个阶梯一个阶梯爬上去了，拢无用到伊个脑啦。有啦，用到就是讲，免咱讲抢，免咱讲。讲拼过安尼尔，啊！你甲西方无共，西方这方面是很强啊！哈，来第一块，还有黄色这一块，还有蓝色这一块。黄色这一块是，你看这个这边是我们的颈部，颈部哈，这边是我们的额头。这一块你看有没有感觉？这个是比较属于低等动物，所有动物都有，啊，视觉处理哈。然后后来慢慢都被发展，因为他们要生存竞争，所以在蓝色这一块有空间感，他们鸟类啊、动物要迁移，要方向感啊，候鸟的，啊那个无搞的，啊那我飞来飞去，啊冲来撞去也是无法度啊。所以人类临床内都额头这一块，所以麻烦您，把您的手、您的假手、剁手压起来，摸摸你的额头。男孩子、女孩子，以前女孩子你们只会摸你们这两个大不大？啊，男孩子摸下面那一根有没有比人家长？我现在要摸你的脑。有没有比美国人多？有没有比德国人多？我告诉你，台湾人受中国文化影响，这一块都萎缩掉，跟男人一样，那根萎缩掉。没骗你，你们现在听到我讲的 information， 你们都跑这一块，从这一块这样听进来，所以你要用情绪，你这个女的讲什么那话，你就用这一块。啊，人家政党蛮起哄，哇，什么 Echo 法什么。胡茂华什么台湾会受到什么负面的哇？你也是用这一块在分析，或者是用这一块，就低等动物这一块。啊，西方人你不管说他们在科学、在宗教、在艺术、在各方面球类比赛、运动比赛，他们都进入这一块。你这么听我的话，我给问，你现在听到我的话，看到我的信息，你是刚才我讲脑是在一个孤单老人关在这个额头头颅里面。他一靠多这 NLP 生意也迄个下手嘛，迄个小喽啰在外面那收集资讯嘛。哎，好，你们现在已经收到，听我的讲啊，看到眼睛。您收到是跑这个途径，还是跑这个途径？你们自己也不知道，没骗。但是你们每天都在做这种事。台湾人，我分析统计，我多半都跑这一条，就这一块进来。你看到报纸，看到媒体，看到你的左右，跟你的阿拉达阿拉讲的。大部分比例都跑这一条，所以你被你的情绪决定了，被你的记忆决定了。西方人不会，像我是数学系的，很清楚。我们从小国小数学、物理、化学都强调就是那种逻辑跟数，一个 x 给你，你推出来 y 会多少？哇，这个国小就学了 x 给他多少 ，y 就等于多少嘛。啊，刚开始是简单的话说 ，y 如果就等于 x 加一的话，那 x 给他零 ，y 就一嘛。好，这个在训练了，就训练这一条，啊，所以你要感觉，然后进去以后你要判断，然后思考，思考以后你规划要规划，规划工像我再举个例，你们会来这边，是不是这个标准走这个程序？你们是不是当时有受到感觉刺激？台湾民政府，华理，啊，恁若不是迄低等动物了，这种你搞骗骗的，恁有法多执政？我不要思维就是较重要，用情绪。啊！因阿公因阿爸，逐工伫遐买白河、红白河，啊，又讲我即摆来个向日葵，对不对？用情绪啊！啊，电脑你也安尼落吼，啊，电脑外头个班退寒哩。电脑迄逻辑版你无甲弄起来，你搁了打你妈那 MSN， 啊，不听 YouTube 啊，听啊，就讲我这部电脑出去干呐比较，我这部电脑五六万，啊，讲比干呢尔。啊，真差嘞！台湾人就是安尼，我都来讲，恁即摆早报去找。所以查甫，你要注意，你甲摸摸摸，你伊这额头有没有大？额头啊扁扁，还是看袂出来？你看，你甲问讲，你昨昏有去参加迄
迄什么号称50万的黑草啊，啊你若讲伊也是他妈，你都莫骗，我该惊。另一边啦，迄款讲无话，伊都拢惊这条，迄情绪哦，拜牙起来跟你吵架啦，三天就跟你离婚了，伊拢无用逻辑啊，无用逻辑嘛。啊！伊拢用动物辨认哦，伊这低等拢用动物辨，用记忆啊。伊记忆功能啊，较早我都从小都政府教我是中国人啊，啊我是谁啊，都记忆啊，家己袂变偏啊，这种记。啊，你要用强调你的信息进去刺激以后，你用这个分析就可以把这一边压过去。所以我在鼓励大家，被蚊子叮到，你要用这块反应；被你的亲人打一巴掌，你要用这边反应。你穷，你有高位置，你有社会地位，希望你都去用这一块反应，你就不用什么宗教了，宗教那个我不讲，那是骗人的。你用这一块去反应，你自己问一问，你现在听到我讲的这句话，我怎么在讲的话哈？我讲这句话听到当下，你耳光听到是一只入来，还是一只入来？我知，我怎么就要去做脑内革命嘛？脑内革命，从你们一般人大部分都用下面这两块，我现在把它移动到这一块来。啊，你每天一天到24小时都受到外面的刺激，不管人、动物、空气、水分子，那个太阳光刺激，你反应正常应该都用这一块来反应，走这个逻辑。电脑也是一样 ，input 进去，进入那个逻辑版 process 啊，一个黑箱哈，我们看不到，但是它里面零零零这样在运作。到最后 output 出来，如果不进入那个标准的 P， 直接 input 进去，直接 put 出来 ，output 那就这一块了，对吧？电脑跟机械有什么差别？机械都是下面这一块，机械一般机械的，好，它没有用那个分析，那哪来赶快？好，今天可以下课了，重点讲到，你这个学到以后，你一回去，你跟人家讲华理，人家问你说你们受华理干嘛？就是要改动这块，你的华理就要弄的，华理就是一个电脑方程式啦，电脑软体啦，你装进去就装到这边，你不要给我装到这边情绪来了。你们手机不是在装什么那些程式啊，是电脑装什么程式，就要装一下一边啊，你就自己也跑起来。啊，你也讲，啊你搞啥，我才知影啥，啊你还是用这一块，那就糟糕了。啊，你搞讲华理，我才知影华理，啊你安尼类啊，你还是这块，你说给你华理啊，你用这一块。重要是你这一块去把它变成红色 hot 起来 ，hot 啊 ，spring up 起来，啊，而你华理没有用，华理电脑软体给它，如果它不跑逻辑版也是没有用啊。所以一般都市里面讲，我电脑多贵，我衣服多贵，我的房子多贵，因为我看拢对我来讲都如狗屎，要比就比这个。要比一比这個，西方人都比这个了。西方人他们各个领域，不管运动比赛、科学比赛、政治比赛、宗教比赛，就是信医学他们的产业也是都比这个了。包括这周我看到很多人脸上那高票比，应该都投资股票，跟我一样。啊，股票你们照你们现在说的学都用这一块啊，跌惊死，房价飞，啊，十公跌啊，那，啊，赚无钱啊，拢上谈的，啊，大家拢输啊，去都上谈，拢我谈的啦。啊！你讲我谈，我是谈数学啊、数学啊，啊！你们大部分在这都读社会系的吧？对不对？大部分都读社会系的吧？社会系国中、高中大几万题还袂提，人就甲你讲，拢去背历史、地理。我这部分没有训练出来，就全部跑到这边背历史、地理啊，都死要了啊！所以你搞我袂比你，跟欧美袂比你。所以以这个政府来，就是国中、高中你大几还袂问题，就甲你讲，你没那个头脑，你去背历史、地理去读。读政治系的，读历史系的，读法律系的，啊、糟糕！一顶人你看，你嘛在台面上一块表现出来，根本都没有用这一块啊。到最后他们只是为了他的权力而已。哦，人家在问说，你们台湾，有一个网友啊，不是，奥巴马也是社会系的，我讲你的社会系跟你台湾的社会系不赶快呢，人家没有联考的，没有说理工科不会再去考历史地理，在这社会系里面读高中的时候，读国中的是不是里面？三个科目嘛，就中国文化、历史、地理，啊，还有个什么，还有个国文嘛。您从小就已经在这边，人家把它安住。我说要我帮你脑内革命了，我把你这个呼呼掉，好，黄色这边来呼呼掉，来弄一家了，安在吧？啊，对吧？我讲到重点了吧？哈，你看你在这么久在台湾时候，你都没有听到，就怪啊，蔡英文都
什么大毕业啊，马英九什么大毕业、啊，怎么让他看起来跟戆呆共款啊？就是伊拢无用这一块啊，都用这一块嘛。啊，伊就从小就被城市被安定了。你看很多人都点头了嘛，对不对？没骗你啊，国外人不知道，嗯，啊，你读国外奥巴马法律系啊，啊，你马英九是法律系啊，两个人那个，啊，蔡英文是嘛法律系啊，陈水扁是法律系啊，怎么跟欧美那个法律系都不一样？台湾读法律系的是什么？国中、高中数理都很差。啊，他去读法律的时候，他就用背了背条文啊，连进来审判还把他们古中国宋朝的什么宋条例都拿来用了。所以读历史系的人都是都用这里用记忆嘛。啊，你读理工科不会，但是台湾理工科糟糕啊，都弄弄到生产线去，去起搞搞起搞，每天都加班，到年底就要争说有鸿海能不能配两张股票给我？哎，有啊，回去可以交期期啊，啊，交期期知道吗？就是用中国文化哈。李公安那个很满足，回去就可以跟老婆回交代，啊、交妻妻嘛，糟糕，所以整个台湾完蛋。好，啊，完蛋了，我们就要开始要来改变嘛，脑内革命的，脑已经改了，你们以后回去都不会注，女孩子不会再注重这个了，男孩子不会在这边买威尔刚了啦，啊，那个你满足他，给他性高潮那个都没有用了，解决不了你的生活事变的问题了。你这个刚才那个脑红色那一块，啊，今天来。华丽城市已经给你了，啊，装在哪里？装在电脑、人脑、你的脑里面的红色那一块。他们外面那一群人，不止那一群，2300万扣掉你们在座的，还是2300多万户的嘛，都装在下面的黄色那一块。啊，怪不得他们都是只跟黄色，就是每天都搞那些基本的活动而已。好，啊，这么多的。好，我都在副标题的建国的方程式。你看，我讲到数学，你们读社会系有没有办法？没办法，因为台湾的社会系不行了。你看，政治系、法律系、财经系都是社会系的。那我不，大部分社会系的国中、高中数学、物理、化学很差。那你说，我以后也不当科学家，不当数学家的教练，那不对。那个小时候是用那个。数学、物理来训练你刚才红色那一块，训练你运作正常以后，你以后对新的刺激以后，你才要把它化为红色那一块。我林东一般人都很便宜，就用黄色那一块去阴影，就用情绪。我看到你，我就不喜欢，好，跟斗牛一样，看到了红色的就很讨厌。你得用黄色那一块，啊，更低级就是用那个干部这边，啊，那跟低等跟 cocky 一块，鳄鱼一样。好，咱台湾真惨哦，那安尼，啊，好，啊，即摆话就讲，咱进入咱的第二个标题——建国方程式，很简单 ，Y， 跟我都讲嘛 ，Y 嘛，哈，等于 FOS 啊，小学的时候不是 Y 等于 X 加一，有无？啊，拢会晓啊，啊，咱比较应用，那西方人是很会应用，他写很简单，但会红色那一块会马上，好像海绵这样去吸收，马上就又把它膨胀起来，然后一直推展出去。东方人由于台湾学到只是用考试决定胜负，人生的成就都放在考试分数，啊，不然都在社会上，学校看分数比分数，社会上靠说钱赚的多不多，都比较这两项。西方人没有错，也比这两项，人家是黄色那一块去追逐，台湾是用黄色那一块去追逐，所以追逐到有些都达到了，但是人生茫茫然，到最后不晓得干嘛。啊，就期望他的后代，所以财产都留给他的后代，啊，后代一代不如一代，对不对？因为看他们父母交配那一代，我就已经发现他们都用黄色那一代在交配啊，当然还原出来基因一定不好。好，建国方程式哈，简单，你这 y 一个因变式 ，y x 一个自变式嘛。刚刚讲你 n 而 b 所生意受到很多 x 这样进来以后 ，f 就是你的方形嘛，就像一个机械一部电脑。一个台湾这个运转机，一个地球，一个大自然大宇宙 F， 假设我们现在把它为了比较临场啊 ，F 是你啊，你现在拥有这个 X 变数，好，我们把它分很多，你要做什么？好，我们现在把它引到了，国家是一个产品，就好像 Y 它是 Y， 那 F 这个是一个制程，一个生产线制程，那你现在拥有原料，人民土地政府主权嘛，啊，这个应该背起来很顺吧。人民土地，刚从你成立一个家庭，你家里面也是要有这些啊，家庭嘛，你总要有
有那些嘛一样。那我们把它放到国家哈，国家这一个产品 Y 嘛哈，那你 F 这个函数或是一个机械或是一个像电脑这样运作的，你拥有这些材料以后、原料以后，生产出来国家，对不？这部电脑是不是也这样？它有假设我这部是 Toshiba 当时不是要准备很多这样零组件东西，然后生产线 F 把它组装起来，电脑就出来了。国家也是要这样啊。啊，既然我们这边两个政党，尤其里面那个自认为本土的那个政党，他说这弄唔免，咱选举的话就变成国家。哇，假骗骗，阮岛逐工也选举，阮岛唔变成国家。还讲了民主选举，阮岛的民主选举啊，每个月上面出本哦，用民主投票啊，每次都是我主啦。那我们家也是国家，但我帮西方人解释，你要看我们这个家下面里面是什么，猪啊，不是西方的人啦、啊，猪再怎样民主也不是国家，对不对？家吧，家里面下什么？人家中国文化几千年前就给它定义，里面这一群人，我们这一群都是属于猪了，皇帝好管了 啊，皇帝管不够，找一些官员来管了、啊，对吧？家。啊，英文呢 ？Family， 什么 ？Family 应该是吧？我一个便利商店在 Family 啊，会不会？全家 Family 要怎么拼？第一个 F 是 Father，A 是当 End 嘛，啊，第三个是 M Mother 嘛，啊，第四个是 I 嘛 ，I 嘛 ，L 呢 ，Lover 嘛，哎 ，Love you， 这个家庭是由爸爸妈妈组成的，然后生下我很爱他们，就组成了家庭。啊，咱不是的，咱用猪养成的，这怪不得都没有用到红色那一块啊，都用到那个低等动物黄色那一块啊。啊，上面那管理里面那群人也是没有用红色那块，那最好下面那一块，下面那群人最好也都不要用红色那一块，用黄色那一块，好吧？啊，那今天讲到就值得了吧？我们可以提早下课了。好，今天讲一个话，谣言啊，我怎么说？真家伙，这李教授等一下拢无去啊，对吧？第一个我帮你分析啊，台湾社会系领域位置都被他们侵占了，怎么弄乱七八糟啊？理工科人家经常把电脑、资讯什么都弄得很好啊，台湾那个资讯产业、啊，如果把那个点都变过来，理工科人去从事现在政治领域，台湾一定很好。别来骗啊！社会系也跟蔡英文、马英九、陈水扁弄来做扫头花的好啊，一点人无哈。好，我讲可能你很多罪里面，但是你感到不爽，是因为你用黄色那一块情绪跟记忆在弄。我这把讲的不是针对你，是针对你的脑，啊，好，我现在讲的不是你哦，我是讲的是你的脑，因为你是受电脑脑控制的，就是红色那一块还是黄色那一块还是蓝色那一块？好，我看大家面拢红起来。好，这其实答案在这边呢。我这把改面讲你，大家讲、台湾是不是国家？中华民国是不是国家？啊，两用一个迄个历史啊，后面有一个国啊，所以是国家。在座有后面名字有没有一个是什么国啊？或者你家宠物是不是什么什么国啊？那是后面加一个国就国家。汉字会害死人啦、啊！你英文就不会，英文如果讲 family， 你看人家那个数学逻辑很强，你把那个一段话看起来就好像数学 model 就很清清楚楚。汉字你不要解说文解字哦。真的你搞不清楚啊，等一下我们来验证，一定我那个例子的动作。好，你就把它搞别了，这个超卡很重要嘛。你说台湾是不是国家，中华民国是不是国家，你用后这个 X 自变式来否定它，就根本不是国家。你现在是人民这个原料，人民台湾现在2400万，里面有两大族群，最大一个族群现在1800万是那个被你讲去有美国战败，我世界上战败，日本天皇包含啊，伊下骹的迄个行政国家，哈、哦，政府没办法管理，放弃，那由美国占领。干脆恁兜啊，去有债权人甲你扑起来，你安那，恁兜的财产处理权，你的鸡鸭蛟龙，你也甲无我食，对吧？即阵咱台湾是安尼，啊，佫一阵是了尾啊，去啊，恁中国互人赶出来，迄第二等、次等中国人赶出来走咱家，啊，咱食超香啊嘞，咱比猪还不如嘞。咱被那些群人赶过来赶我们，人家中国人不要把他赶出来，来这边我会管，猴子穿西装跟我一样，来观难啊！你他妈到火民进党到国民党，都赶快去点人啦！你莫讲，那些都咱本土人，本土人
无共闹啦，闹上重，你莫看人啦，看闹啦。阮妈妈甲讲，从前阮爸爸讲，阮爸爸带将十三年，即马有九十几岁，看土面莫看人面。你若讲陈水扁甲你共过，你就是看人面无看土面。你若讲蔡英文甲你通过了，为你，你就是看土面，不看人面无看到，就是你用黄色那一块，没有用红色那一块分析。所以我即马讲到批评。中华民国一来顶你，我不用批评，因为他是逃亡过来病毒，你们自己都有感冒过了，咱大家都感冒过了，病毒会对你客气吗？不会吧，马上会让你毙命的。所以国民党，中国国民党那群就是外来病毒，他当然会利用各种方法侵入到你的脑部，控制你的红色那一块。啊，这要凶啊，那顶外围的人咱起码都知，即马想惊就是啊，咱该自己的内部的细胞病变。变成癌细胞肿瘤，民进党就是，我都以为是红色块，他改变了。伊讲讲中华民国是台湾啊，啊你数学人甲讲过，一个 x 等于 y， 你甲证明出来，中华民国四个字，台湾两个字都不一样，你怎么给我弄出说中华民国四个字等于台湾？伊安那定理？我看伊都唔是较早都理工，唔是理工科啊。伊讲吼，1996年李登辉本土派跳过民主选举。超过选举，安就变成国家，哇嘞！我给大家讲，这已经都筹到这个很重要红色那一块，你们学到回去都可以跟你们左右邻居那些什么民进党、国民党跟他对抗啊！啊，这么看你不会大嘛？好，我已经帮你们城市修改过来，脑内国民党完了，结束了，对吧？很简单了、啊，好，人民啊，我都解释啊，你过成台湾这个国家过了。中华民国的人民不是啊，刚才那两群人都不是你所讲国家里面的法定的那公民啊，一群1800万，那时候是600万，那是这么日本天皇老了，那您爸爸也是日本，也是样的，嘛弄那东西，你们申请身份证就是验证我们这样的身份，就要地位正常化，就是台湾人民，台湾人民国际身份的正常化。另外一个台湾跟台湾人民是两个不一样啦、啊。我假设我有权利，像希特勒那样，我可以把你家住在台湾的土地上的人民全部把它移到菲律宾去，你也是在那边叫做台湾人民。就像西藏的大喇嘛跑到印度达兰萨拉，他还是叫西藏人，他不会叫印度人。但是台湾这个土地里面没有住在这边，台湾人没有住在这边的，这边还是叫台湾。所以麦公龙台湾都是你的。哇，那林博士讲说，你住在国宾饭店，国宾饭店是你的吗？啊，大家可能无常在去 hotel 了哈。啊！我大家拢在上班，拢在学校啊。学校你伫遐注册大学研究所，你伫遐读书，敢是学到你的？啊！你伫你公司上班，像我当总经理，公司是我的吗？啊！你也是成功园，那是我的是吧？那你就受中国文化，以为当官就什么都给他的。人民不是啊，否定掉领土呢，一样啊。我都话讲了，领土这个是以前《马关条约》就《下关条约》。皇帝就是好像债权人、债务人签约下去，转出去给日本天皇。日本天皇这个人呢、啊，大清光绪皇帝这个人呢、啊，不是国家，不是国家对国家，就像王永庆割他的六亲给我了。王永庆是不是台寿集团的皇帝创办人嘛？下面的公司都比王永庆更低级，王永庆可以处理台寿。会处理六亲，他卖给我，转给我，我按呢，这么简单，你用一般民法就可以解释了。其实什么什么国际法什么，你那个你用这个对比就是，主要你黄色那一块启动就很好用了，啊，啊领土啊已经破解了，不是你的啦，要不是民进党说是2300万可以决定，你公司假头头，你讲那公司用恁2300万的员工可以决定，你给他骗骗去啊，你把股东另外一个5个连的股东你当了什么？有无？你有投资股票，或是在一般企业啊，员工可以决定公司的哦经营权或是买卖吗？对嘛，这么简单。啊，民进党讲，我都经过选举，迄嘛大前面，伊较早国小、幼稚园嘛读数学嘛那读的。啊，伊讲你搁该结婚，好加侪无该结婚了，无你写出来。啊，恁嘛后悔，较早拢去搞养山猪、小猪啊。啊，养啊，大家拢3.8，人伊啊，食个肥，对吧？好啊，政府呢？你讲这么来管理这个政府是吗？好像在公司一样，或是学校当学生要
学校有一个那个董事会管，下面有成立一个经营团队，公司也一样啊，有一个总经理团队啊。政府这是一个总经理团队啦，政府上面总经理团队上面还有一个董事会啦，董事会上面还有一个股东大会啦，有投资股票的应该都知道嘛。啊，那你一个经营团队、总经理团队，台湾这个总经理是马英九嘛，以前是陈水扁嘛，啊，再更早是那个李登辉嘛，他们当这个政府的总经理嘛。这个政府哪里来的？刚才不是自己这个家公司，台湾这家公司产生的，是中国那边跑过来的，是董事会谁，或是监护人是谁？美国嘛，美国请他过来当台湾这家公司的战败地方的一个总经理团队，按清楚吧？那么大家很清楚了吧？这个跟你的生活都民华都一致啊，所以你们上国际华，上是什么华理，这么简单。因为台湾，你去问那些政论节目，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大，他还没办法这样解释啊。起码我在脑就否定他了，他们还不知道他是红色还是黄色，啊，那些红绿灯的他们都搞不懂，开车都不敢开车。好，这边啊，主权呢，好像一个公司的一个什么，公司的所有权，而且领导的财产所有权一样。台湾这个主权谁的？对啊，日本天皇的嘛。啊，那民进党讲，台湾的主权由台湾2300万人决定，哇，这唔知就到底小杂报讲这款呢？好，稍微休息一下，来让您知道台湾是什么样子。就从外太空，从太阳系里面，有没有？里面有没有尝试说从小阳这边看？这是如果从外太空、太阳系里面来看台湾的，那一般台湾人说中国在哪里？你看，我要介绍你，你们尝试可以这样介绍。你在网络上看老外啊，大概介绍就用这样。这个就刚才用红色那一块，红色头来嘛，你用这样介绍，应该就清楚了。啊、你用文字，用些中国文字，我是台湾人，我叫做什么什么什么，我写什么，嘿，无人会啦，那是台湾人讲没要求。你要有多少红色那一块都别安呢？啊，怎么那污染就跑出来？这个是一样啊，我弄给大家。我都讲我拜一拜五，因为拢伫证券公司研发部啊，或是那个操盘的。我即摆改，先改一个。我都讲免啦，训练你自己头脑，免啦训练你的头脑。你刚才有提到讲，你人会训练他们的，要那两力，所以是先逃牌，蓝人啊，脑没红色那一块，你要再加强。有啊，前几集有一些人就举手啊，那你脑这么重要，我从小我父母也没有教我，啊，甚至跟性相关的器官，国中老师情窦初开，他也不敢教我，啊，叫我都回去问我妈妈，所以我现在哈到大了，虽然已经生孩子，那一方面还是输给外国人，为什么？没有错嘛，都是因为小时候人家把你引导错，性不好的人脑部一定不好，因为受压抑。那语言很差、温良恭俭让的人，性能力一定很差。没骗你，例如说红色那块，我们有一块叫语言嘛，性功能跟语言重叠在一起。你知道吗？所以红色那一块是人家在像我们在管理科学，我们都用那个探针。我现在不是医学，医学是要医人、医生命，但是我是管理科学，管理科学企业管国家、植物。地球我都是要去找出它的
SY 的关系出来。所以以后你们要读气读管理，不要去读气管，读气管是帮人家老板在赚钱而已。读管理，管理科学，管理才有办法去把让你的脑部清楚。医学不用读了，律师也不用读了，因为你会管理，请他们来帮你做事，请总统来帮你做事，你还是仰慕总统。好，都在地球啊，都在外太空，这样飘飘飘飘飘飘，银河系、太阳系，你看，你有没有体谅太阳？地球是很辛苦的，每天每年这样绕自转，它在太阳系里面要跟其他九大行星在那竞争的。你有想到吗？咱大部分人在想讲，阮爸爸妈妈辛苦而已。你有没有想到地球？你如果我用来说，你就站在地球上面，地球你有你感触到吗？我从红色里面感应到，它每天在太阳系里面跟它九大行星或什么彗星一直在那边绕，他们动，你有在假报形容耶？他在维持，在竞争某一种，他是要他才摆到在太阳系里面，啊、太阳系太阳也是要绕着银河系这样绕。咱台湾受中国文化影响，只是不是有成绩孝敬父母而已。啊，父母照顾小孩，啊，有时间小孩不敢生，就照顾阿妈阿狗，哇，重复下一大堆的。我跟他讲，这个是要突破，连西方人，尤其美国或是北欧国家会那么进步的时候，我都要讲这个逻辑。因开放让你头脑红色那块，一直去探险、冒险、冒险。好，这里我讲了，这么多，稍微前面用文字介绍我自己吧，哈。我这么多用早上，如果在外太空飘进来哈，我是从那个刚才那个数理那个观点来看，这里一把切断掉，结果都要看到是台北区嘛哈。台北别去，我再放下，这样可能。刚配合刚才那个，地球飘进来吧。好，这个刚才一样。刚因为我切到这边了，他没办法接过来。那我现在把它放大。好，那我告诉你，我现在住的地方。早上我从那边过来，那今天。周末嘛哈，我礼拜五早上五点多，我固定的五点起床，啊五点就会跑到这个山区，然后去那边逛逛逛逛逛，找灵感，训练我的头脑。不然大家你现在觉得我要头脑较清，我就跑到那边训练。然后八点前我要赶到证券公司去主持那个投资会议，晨报嘛。你们这边有投资公司在证券的话，有没有都那个研发部不是都会解盘，或者股份公司要？晨会吧，那个都是我在支持。那各个东京、香港分公司或是或纽约分公司就要汇报了。啊，我早上五点多要起来，就会到这边。啊，在走的过程中，我就会在思考，用红启动红色那一块。好、啊，离尘不离事。啊，你帮我搞不会这是啥？这是啥？你贵要调这是？我登记有者讲，我说你民政执政是在这个地方要开捷运了。很有可能，以后破例也很可能啊，马上开捷运了，以后爬山都不用那么辛苦了。对，爽过不破的。好，我来讲啊，我到到一家，一间厝了有无？一间厝啊，啊家，我拄下来一家搭火车，啊家行到家走五分钟就到，离城不离市。我上来家，这个家这个叫地戏子，这边是台北东区，啊这边是基隆，啊你方位知道吗？我这个用头脑红色的方式，这外讲哦，这条红色的这条叫做一条路，八公里。啊，八公里我逐工伫遐行，无唔对啊。这我拢伫遐行，啊，这条叫做秦津，这条叫细定路，细子跟石定。这条叫白银路，黄色的，啊，这条叫水源路，这条绿色叫迄个秦津路。啊，这边有一个大尖山，最高的海拔500多公尺。啊、我讲哈，我讲介绍一下是别讲啥。我讲哈，这条八公里哈，这路我画出来，这路啊个步道画不出来哈。伊 Google 步道，我无时间去甲找。我早上，我都讲早上的假日，拢去种树啊。我亲手家手种了哦，唔是讲开钱请人来种哦。
亲手种，啊，毋是讲迄款的为了上班赚钱那个哦，跟那一般说政府请员工种，我毋是，我就是讲要训练自己的头脑，这样去自我实现。台湾人很少自我实现的，都是人家安排，包括你求学问，读到硕士、博士，读到当总统，都不是自我，都是人家给你安排，你去卡到那个位置而已嘛。自我实现的时候，里面很多 X 都不是给别人给你，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，去完成 Y 出来，叫自我实现。如果 X 都是人家给你，你再去达到那个位置，那不是自我实现。西方人自我实现很多，台湾很少。你看社会。这个执政政府给你们稍微经济不好，大家垮掉了，就是因为你们的幸福、你们的快乐都建筑在 X 上 ，X 是人家给你的。就禅宗和佛教里面讲，你那个缘都是人家给你的，因都是人家给你，人家把你拔掉，你什么都没有了，你的生命也没有了。哦，这个很清楚啊，这个解释很清楚。这每条路两边，因政府无去照顾，也是讲因正常去。我拢甲收起来种树啊，啊树啊，我拢从甲培养到迄个低啊咧，筷子那么高。这个春天，啊，像这几天我去爬，就啊，每天去爬山就带了五颗六颗种下去。啊，我当然不是穿西装打领去种了，你两三个钟头以前我就带着斗笠，穿着雨鞋，拿个锄头，千里拖你去种树。好，这些都种啊，大概活下来3000多棵。啊，这些树我不是去买的。他爸爸妈妈把他生下来，跟台湾人被天皇弄在这边，孤零零的68年。我去，他在树下跑到山沟里面，那个我这个手都受伤了，冒险去吧。一般台湾人哎呦那么辛苦啊，里面有的手不一样。你的男朋友、女朋友是不是现在不要嫁给他？直接带你去看101烟火，请什么？你那个都不要嫁，那个华联的后代都没有竞争力了，没骗你。你看西方人女孩子怎么都不嫁给台湾人？你垮工林这跟你华联出来都没做见你。西方人女人毕竟都比较在。正常环境下，他们对那个以后配种那个很动物也就这样啊，看得清清楚楚了。啊，台湾人不是啊，你看到外表英俊，啊，钱赚很多。啊，第三那地方带一条龙萝卜卡，啊，那啥，我亲手都是我亲手一个第一个，秋天捡落果，像春天看到去看樱花、看五叶雪，啊，我用 Google 标起来。我讲花开伤济，拢未结籽。迄阵查某伤小，拢未生囝，拢快春菇较好生囝。啊，所以我能去看树啊，迄较规花啊、嫩花哦，迄种秋天去捡籽量较济。嘿，等你看你就知了。哎，等你看，我一定讲了哈，你一定。好，而且安尼都是在讲，我刚才讲说要用那自我实现，是讲迄个华迄、那个。这我是个以前历史照片，这是2011啊，什么2014啊，3年前，这长201110月份嘛，秋天嘛，那样是春天哦，从这样阵种的，种那阵从低从这个安尼的。我如果讲那个过程来讲，就是我很怕你自己创意，自己自我实现，去因母亲，以母亲逻辑，无怪到从咱南宫到比移到那个妇产科那边，然后母亲。种子花园就是到处水沟、山谷里面，还有我看我每次以前在爬，对，这很多哈。啊，迄甲捏起来，伊发芽出来，较早好，我就甲救起来哈，甲刷去较舒服的地方。啊，那个人会带动你去冒险，你爬到山谷里面去嘛？那个人就这样，你就不用去说到亚历山大里面去运动，这么花钱，大自然那么多年了，对的。对啊，对对啊，啊，这个无搞，我就捡籽嘛。就是 Q 台湾，就是赶快加入华理一样啊，啊，把华理种子给你嘛，啊，啊，这半年俩3月4月前，甲10月份都甲胸部啊，啊，即卖外悬啊，你知影？2站楼悬啊。哎，啊，你讲这个不是？你讲看球啊咧？我重点除了记录他实现了自我实现，我的那红色那一块去，刚才不是感应规划实施吗？我现在落实，我训练我头脑。但是我们台湾人类大部分都是啊读书啊到社会上工作，在办公室里面帮主管、董事长交代做会得的，还讲较科学，人生来做会较科学。所以很多退休人员哦，无代志做了，可能拢翘起，只需要翘了了，有啊？你脑部都是拢人家安排嘛，拢唔是家己去启动啊。
吼、哦、啊，这即马二零一啊，到即马几年？二零一是三年前啊，即马拢三，我去拢会甲说哈啰，讲谢谢你把我救了，不然当时到现在没办法跨到。跟台湾人啊，现在我们不出来救台湾人，我不喜欢，不喜欢他们，你别被中国人怎么又该好了了去，对吧？好，这种安尼好。哎，还有标签呢、啊？当然啊，就是说你们现在身份证都有啊。你们有没有申请？申请要给你申请，不能讲华丽华丽，不要听。好，啊，结果，对啊，樱花。我刚才我住的地方就这样，我们也，哦，那也不错。好，这个是美人村的，我都，像我今天如果访问人去，我都这样，从这边，荒山野岭，跟那个苦行僧一样，踏破铁鞋什么什么什么，啊，夺来不欠，不全部，啊，其实大自然都有啊。我就从这边啊呢，苦思想说要怎样救台湾，怎样救台湾人。好，每天要思考啊！哦，我不是只是想说股票，只要帮人家操作什么那些。哎呀，没有哈，这个跟他共享啊，你我做到，你们做到了，只是说你们大家懒惰了，你们都用黄色那一块在思考，我干嘛？我躺公车那么辛苦就。哎呀，都不用头脑哎。哎，对，啊，这都是讲咱的很小的问题，就是说解决台湾问题，题目已经帮你讲了，要用脑内革命。
谢大家。各位同心，下个休困十分钟。